这台是讯号产生器，四到二十 mA 的讯号产生器。然后这台是寄回来的温控器，那都还没调整。那第一二，我们接110的电源。那我们讯号产生器产生的正的电流，接到第18只脚，负的接到第20只脚，这边20只脚。那我们现在通电测试。目前是0到200，那我们输入是这边是4mA，所以这边显示是零。那我们把那个讯号慢慢加大，到那个到20mA。现在20mA，这边大概249，大概有只有一的误差，因为这个电流讯号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，所以这边是249，所以目前测试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